谢你们的赏心。哎呦，追追的就，哎，等等，先找回轮位置，我们再打。想看埃罗陈贤说，看待会有没有机会这个雷一下路人。你们有没有叫早餐啊，兄弟姐妹们？今天很漂亮，今天阳光很大哎，需不需要把窗帘拉起来？有没有这个闪到大家？我们来玩埃罗是不是？谢谢你们的赏心，谢谢各位老板娘、老板的赏心。待会我可以吃早餐了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！怎么会是我们空腹不喝宝丽达？空腹不喝宝丽达，好不好？不要空腹喝东西哦，不要空腹喝不该喝的，不管是空腹喝咖啡啊，喝绿茶、啊、都不好，真的真的，不然会刮胃哦，胃会刮掉，胃会刮掉。有人说啊，空腹喝比较会醉哦，懂喝的人，那些这个有在喝酒的啊、哦，小姐姐、小哥哥们哦，一定是先来一个怎么样？牛肉面，跟服务生说牛肉面一碗，水饺来一份哦，水饺来一份，先吃饱来再喝酒，好不好？吃饱来再喝酒，比较不容易醉啊，赚比较多钱，喝比较多酒。喂，在说什么？乱说话，乱七八糟哦。下课喽。哎，来砍起来哦！哎哎，哎呦，神秘哦！OK， 哎呦，艾里哥哥来了，我先走咯。昨天呢、啊，我给他吃晚餐，大概在晚上的十一点多，因为我要睡觉了，我就说妈妈要去洗澡了，你赶快大便便，我等一下会帮你捡。坤子，谢谢赏心，谢谢你的赞助。谢谢，然后我说你先赶快你大便便，我等一下洗完澡会帮你解。结果我洗完澡了 ，very good， 不知道是我洗太快还是怎么样，没有大便便，我就跟他说妈妈要去睡觉觉了，你如果有大便的话要大旁边一点，不然这个会踩到，因为它比较大只一点哦，笼子比较小一点，不然就等我起床，我早上就起床了。很厉害，每次讲这个他都不大，他都要等我起床，他才放他出来，他才大，他真的好厉害。他看的那个追追的，就是你们知道追追是什么意思吗？好像只有桃园中立的人会用，是不是？但南部的朋友好像不知道追追是什么意思哦，追就是呆呆的哦，呆呆的，他听得懂话，听得懂话。可以。哎呦，神神秘秘哦！哎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哦，哎，这有神秘啊，有神秘。哦，干得漂亮哦，干得漂亮。哇，先走，这个一定要走。你看，他追到我，哇，追到我这里来了，好神秘哦。OK， 先走。南部的朋友们会觉得说，哎，锥子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的用词都没有这样子哦，都没有这样子，好像只有中北部是不是？还是只有我们桃园？好笑！哎呦，神秘哦，可以哦。我不跟你打了，你是不是想跟我打？也是可以啊。来，打起来。人来了。这个图轮是有在支援的，有在鸡丸的哦，鸡丸哦，支援对不对？支援的台语鸡丸。昨天不是开台的时候把它放出来吗？
因为我这个沙发有用那个买布套起来，那他就是有送那个一个塑胶的插到那个椅子中间，因为这样子才会看起来。因为这样子，哦，熊熊猪，哎呦，哇哇哇哇哇，哇 ，OK OK， 被炸扁了，被炸扁了 ，OK。然后那个塑胶是插在那个椅子跟椅子的这个缝隙，哎。不夸张哎，我沙发前面已经用一两张桌子摆好了，就是不让它跳上去。哎、欸，我关台的时候我还在做其他工作，我在这一间做其他工作，它跑在沙发上给我咬那个塑胶的，你看它多厉害，我真的很厉害，不是我要讲，真的是受不了哦，受不了。手足宝没错，手足宝守起来应该守得住啊！哦，他这个推四只，很猛很猛很猛！哦，啊推好多只，厉害了！我们要先找那个奎伦的位置，再打，对不对？我来打字好吗？先找奎伦位置，我们再打。哎，我会用语音的，不然我都用打字的。讲到这个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说，好不好？有一个实况组，我那时候看他直播，他是 SS 高端玩家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他那时候开小号，然后他选卡莉，他说他最喜欢玩的中路角色就是卡莉，然后他说，可是他这不是他本号，他不会这样子打，他不会这样子选，因为他说你选早安在摇，早安，谢谢赏心，谢谢，要吃早餐哦。等一下，回轮位置嘞。哇 ，OK， 我刚刚看奎伦是在右边啊，那我们下一把再加油。然后他说你啊没差，反正我现在玩的是小号。他说他打那 SS 场，看到那个卡莉就已经先抖队友的心态了，就是队友心态就已经崩掉了这样。他说就好比可能你在那个高端场看到阿杜恩啊，或是阿杜恩啊，或不然就是什么来文啊，他说牛牛啊，牛魔王啊这样。所以你刚刚讲牛魔王，还有想到这一个故事。对，怎么用语音？就是旁边有一个那个语音可以讲话，那他就你就不用打字，不然我每次打字其实都会，就是打字都会，因为我手指头比较大，然后都会点到另外一个注音。你们猜我吃什么？我今天有跟大家说，谢谢今天这个赞助我吃早餐。怎么每天没一起吃饭？不知道他叛逆呀、啊，他越来越叛逆了。米奇，你过来吃饭吧，快点，有肉肉好吃哎，看他会不会过来。这是有一个阿姨烘的肉干，你要吃肉肉吗？给你看哦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肉肉？那你坐下，你坐着，坐好，坐着，握手。他刚啊，给你，好激动。他已经是超过我一半的体重的重量了，吃到满地都是了。没有了，胆固醇过高了。